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现在有一个那个圆柱了，哦，均匀的圆柱，它那个这个半径是 r， 它放在这个台阶上，那另外这里哈也有一个木块，这木块的高度哈跟台阶的高度一样，那么他问说哈，当这个圆柱的话哈，这两个台阶跟着物体之间的距离是根号二 r 的时候，那已知哈、哦，这个台阶给它的这个支撑力啊，正向力是 n 啊。那么他问说哈、哦，这个时候的话哈、哦，这个圆柱啊哈，它的这个没有，他问哈、哦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物体啊，这个物体的话呢，它的速度哈、哦、是等于多少？好，啊这个怎么做哈、哦？这个是这样，我们这样看，就是说，这个物体哈、哦，它这里的位置哈、哦，我们叫 x 好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哈、哦，这个直心哈、哦，它的 x 坐标哈、哦，就 x 分量，刚好是二分之 x， 我们叫 x prime 好了，或者这个我叫大 x 好了，为了方便起见。这个叫大 X， 这个位置叫大 X， 那、啊、这个位置的话哈，就这个那个圆柱哈，它的圆心呢、啊，哦，圆心的位置哈在哪里呢？在这个小 X 的地方。那、啊、大 X 跟小 X 有什么关系啊？有这个2 X 的关系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圆柱啊哈。有没有看这个圆哈？这个圆的话哈，到这个台阶这个边缘哈，它距离是固定的，就是 r。那它滑过去，它掉下来的时候的话，它相对它是做什么呢？做圆周运动的。哦，那虽然不是等速率的，但是圆周运动。啊，既然是圆周运动的话，那我们就晓得说哈。在某个时刻哈，它的速率如果是 v 的话，那么我把重在呢这个直心上面的所有的力量，我们晓得说哈，这个这物体了哈，这物体所受外力哈，所受外力和哈，是等于什么？是等于那个总质量的哈，现在质量是小 m， 小 m 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那个直心加速度。好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哈、哦，那这个直心哈、哦，事实上就是圆心呐、啊，哦，这个圆心哈、哦，它的加速度了、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，当你什么呢？当你这个距离是根号二 r 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里就是90度了。那么呢，这个直心受了多少力呢？哦，就是说这圆柱受了多少力？受了它给它正向力 n 呢？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它给它的正向力，这个叫 m prime， 好 m prime。啊，还有啥？还有那个重力啊。好，那我把所有的力量哈、哦、投影在什么呢？投影在这个法线方向，就是说这直心运动的那个法线方向。哦，直心它是做圆周运动嘛，运动的法线方向。那这法线方向受了几个力呢？就是说我把所有的力量投影在法线方向。就多少？就是 mg 哈，哦，这个质量是小 m 的 mg， 它多少呢 ？cosine 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45度了 ，cosine 哦45度，它、啊、再减掉多少呢？减掉那个 n 呢、啊？啊，还有这个哈、哦，这个力量的话哈、哦，它是跟什么呢？跟那个法线方向是互相呢垂直的。它这个方向刚好是切线的反方向，哦，就是说，因为这是90度嘛，所以是 m prime 投影在法线方向呢等于零。好、哦，那这个呢，这个就是那个法线力啊，这是 F， 哦，这个提供法线力 ，F 等于 ma， 哦 m 哦啊乘以多少呢 ？a 的话就是 r分之呢 v 平方了。哦，啊，这个 v 的话呢，就是啊，就是那个直心的那个速度了。啊，直心的速度呢，投影在呢水平方向哈、哦，就是这个 x prime，
就是这个 x 对时间的变化力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是 vx 啦哈，这个执行的那个水平速度哈，实际上就是 dx 呢 dt 的，哦这样子，哦实际上的话，如果这个叫西塔的话，哦西塔的话哈，那在 x 坐标的话，实际上等于多少？我定那个方向为正的话，哦这个是等于 r 呢 ，cos 多少的西塔。好，那你给它微分以后，就是 dx dt 哈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那个负的 r sin 哈，西塔 r d 西塔 dt， 哦 d 西塔 dt。好，那你看啊，那这样过来的话，它的那个角度减少，就是小一加个负号大一，那就把这个实际上就是那个什么 d 西塔 dt 哈，这是 omega。负 omega， 啊 sin 西塔，这个 omega 呢，事实上就是这里的 v 啊，啊 v 的话投影在什么呢？投影在那个这个方向，哦，啊因为西塔是这个，现在我们知道哈，西塔是速度嘛哈 ，cosine 哈，西塔是这个，那就是啊，就是那个速度哈。啊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那个，sin 西塔，哦，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嘛，乘以 sin 西塔就是、啊，就是水平方向的分速度，哦，所以事实上 vx 就是等于 vx 的话，就是这个速度的、哦、在 x 方向的投影，哦，等一下我们再来投影，好，那现在我 v 我就可以算出来，这是根号二分之一嘛，所以哈、哦。这个 v 哈 ，v 平方就等于多少呢？这是根号二分之一 mg 哈，啊减掉 r， 减掉 n 呐、啊，啊乘以 r， 啊除以 n 呐、啊，然后两边给它开根号，就变成根号这个。好，这个哈，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呢？那个圆柱的直心的速度。哦，它是做圆周运动的，哦，做圆周运动。好，那 vx 等于多少呢 ？vx 哈，就是等于那个，v 哈，这是 v sin 西塔，哦 ，v sin 西塔，哦，实际上是，omega 的话哈，它是这样转的，这样转的话哈，我们就取那个绝对值啊，哦，不然 omega 方向是往这边嘛。就欧米伽越来越小，所以是负的，负的乘以负的就正的，正的代表它 x 方向是往那边的。好，反正我们把给它取绝对值哈，就说，就是、啊、就是怎么样，这个是怎么样，这是 v 啊哈，等于是 v sin 西塔就对了。哇，西塔是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四十五度了，现在好，现在西塔是，就是这个角度了，哦，这 v sin 西塔，哦，西塔四十五度，所以这个是等于 v 哈，啊乘以 sin 四十五度了，四十五度了，啊这个等于根号二分之一 v， 哦这样子，好，那根号二分之一 v 的话哈，那所以我就想着哈。这个那给它乘以两倍，那我给它微分嘛，哦，就是说这个物体哈、哦，它的速度大 v 就 dx dt 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两倍的哈、哦、，dx dt， 哦，就是两倍的 vx， 好，这是 vx 嘛，就等于多少？等于根号二哈，就是两倍的 vx 嘛，乘以二的话根号二 v， 那你就把根号二哈乘进去就是 v 了，根号二乘进去，就到根号二乘进去的话，就根号多少呢？根号二乘进去这个就没有了，就是叫 mg， 根号二乘进去。
根号二乘进去的话，哦，根号二乘进去变成二了，那二的话再除以根号二的话就根号二，根号二哈，这是 mg， 哦，根号二乘进去变成二，那再乘以二，减掉二 n 的，啊乘以 r， 啊再除以 m， 哦，这个就是答案了。哦，这个呢，这个就是那个 a 哈、哦，它的速度了，哦，大 v， 大 v 的 a 的速度，所以答案是这个。